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45页，845页倒数第二行，圣道，就是八正道。圣道者，指八圣道，亦名八正道，为一正言，二正思维，三正语，四正业，五正命，六正精进，七正念，八正定。这叫八正道。弥陀疏钞曰，这下面引用莲池大师的注解。正见者，杂集云，杂集论里面说，若觉知识所得正确，以慧安立，地理分明，无有错谬故，没错误。现代这个社会，可以说是过去历史当中未曾有过的混乱。人心浮躁，不能够安定下来，没有安全感，就活在世间，这是人生最痛苦的一桩事情。60年前，我们在抗战时期，抗战结束，还没有意识到没有安全感这种事情，反而在这个半个世纪，大的战争没有，
小的战争也没中断。啊，因为核武的存在，啊，核武是毁灭性的战争，啊，是灭绝人类的战争，不是普通的战争，世界上这些大国都在研究核武、制造核武、发展核武，这就叫人心惶惶不安。啊，那制造这个东西干什么呢？不定哪一天起作用。这个东西起作用，就是地球的毁灭啊，所以让人呢在一生当中没有安全感，真的叫过一天算一天。啊，以往这种安定和谐啊，幸福圆满的生活，什么时候能再见到？啊，这个问题是全世界多少专家学者，乃至于国家领导人，心里面呢，常常念着第一个问题：每个人都希望有和平。啊，和平从哪里来呢？八正道就带给我们和平。啊，但是八正道不是书本上，不是我们念念和平就能现前，是要我们深入认识它、理解它，然后把它落实。一个人落实，一个人协同，你就得到了。一个家庭落实，家庭和谐了。一个团体，我们寺院道场是团体，一个团体落实了，这个团体也解脱了。除了这个方法之外，找不到第二个方法。八正道是37道品，究竟圆满的总结。啊，它不是一蹴就能做到的，它是有步骤。你看经过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无根无力七菩提分才能达到。啊，如果不能够循序渐进，我们读到了、听到了、知道有这么回事情，那叫佛学常识、知识，没落实不管用。
啊，还是对自己、对家庭、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这个世界不起作用。那我在这个十几年，在国外弘法，实际上是流浪，遇到很多人问我这些问题。啊，我想来想去，只有宗教团结。和平才能落实。宗教怎么团结？宗教要回归教育，宗教要互相学习，建立宗教的共识。啊，要恢复宗教的精神理念。落实到我们个人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啊，从我们自己做起，从我们家庭做起，从我们小团体做起，啊，总的需要有个三五十年的。啊，也许和平实现了，莲池大师在《疏钞》里头说得好啊！啊，什么叫真切？若觉知时，这个觉知就是七觉知。前面我们所学的七觉知，啊，这七种都是帮助我们觉悟。啊，七觉知里头第一个责罚要有智慧，要用智慧的选择。啊，我们很欢喜。啊，最近印尼教育部的官员到香港来访问，啊，告诉我，印尼的中小学全国推动《弟子规》，把《弟子规》放在中小学课程里面来学习，好事情啊！这是智慧的责罚。啊，选择这个东西。啊，那么最近，印尼回教大学的校长叶新啊，也到香港来看我。告诉我一个信息，回教大学里面要开汉学院，这是智慧的选择，啊，都是七觉知的责罚觉知。
我听得非常欢喜。啊，他们要邀我到印尼去看看。啊，印尼在过去，瓦西德做总统的时候，梅加瓦蒂做总统的时候，我常去。啊，一年要去好几次，我跟他们很熟。啊，现任的总统尤陀，我跟他见过面，啊，谈过40多分钟。年岁也大了，体力衰退了，啊，所以好几年没去了。啊，没有想到他们有这么好的选择。汉学，中国传统文化，啊，这些年来，我们极力的宣扬，起作用。啊，马来西亚有汉学院，啊，没有想到印尼回教大学，啊，主动想到啊，要开。汉学那么其就知正确选择之后，仅仅清安法喜充满，啊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应该放下的，要放下；应该提起的，要提得起。所谓放得下，提得起，啊，看得破。那么八正道里面，我们看到。正见、见识、见解，就是说你的看法，看法非常正确。对于古今中外，啊，都能有正确的看法。这个社会就有前途，啊，这个社会就有光明。那么正思维，啊，这个正见，所得的正确，其觉知这七条真正觉悟。因为它以智慧为基础，不是知识，是智慧。我们知道，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，没有局限性，没有后遗症。啊，知识不然，知识有局限性，有后遗症。啊，我们通过最近十几年对这桩事情总算是认识了。啊，对于古圣先贤，我们尊重佩服，啊，赞叹，这种念头油然而生。啊，地理就是现在人所说的真理。
啊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，没错误。啊，那接着第二个真思维。啊，见此理时，这个见是第一真见。啊，真见之后，当然有真思维。我们的想法，啊，见是我们的见解，思是我们的想法。说见此理时，无漏心相应。啊，无漏心是真心。我们中国人讲本心，啊，本心本善呢。啊，古人把它写在《同盟读本》啊，第一句话，在《三字经》上说的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这就是无漏心。啊，本善就是无漏心，跟这个心相应。思维筹量，威令增长啊，如涅槃故，这个标准高了。啊，要把无漏智、啊无漏心、无漏心里面生无漏智，啊漏是烦恼，是习气。啊，无漏就是说烦恼习气断干净了，这叫无漏啊。这个功夫不是普通人有的，真正修行人要达到一定的境界，这个境界的标准是阿罗汉，阿罗汉以上的境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阿罗汉无漏心现前了，见思烦恼断了，证得偏真涅槃，无漏智慧现前。啊，所以他的思维是真思维。啊，他的筹量标准是真实智慧。啊，所以才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。阿罗汉向上提升是辟支佛，再向上提升是菩萨。啊，增长而入涅槃，啊，证得阿罗汉果，入小乘的涅槃，啊，再向上提升，入大乘涅槃，入大乘涅槃就成佛了，啊，阿罗汉是小成就，大乘涅槃是大成就。真的究竟无上的佛果，啊，我们现在地位是人天，十法界里的人法界。我们依照佛的规
这个方法来学习，提升自己。啊，学习的顺序一定要依三十七道品。啊，这一段是三十七道品里面的大圆满，确实是我们非常向往的，啊，理想的人生，理想的社会，啊，理想居住环境，我们的地球，我们向往的，叫佛所说的。能不能做到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为什么？佛说了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们怎么个想法，它就有怎么样的结果。啊，境随心转，环境永远随着我们念头在转。啊，那么现在人的思想，他想错了。啊，这个错误的根本就是自私自利。自私自利的根本就是错看，看错了，把这身体当作自己。所以佛有一句话说，身为苦本啊，这一个错误麻烦可大了，生生世世你吃尽苦头，很冤枉，就为这个错误啊。所以佛第一句话告诉我们，身不是我啊，四念处是三十七道品第一堂课。啊，念就是观念，四种。啊，正确的观念，那不是错误的。啊，四念处是真实智慧。第一个，观身不净啊，细心去观察自己身体，身体是染污，不干净的，啊，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干净，天天在那里想着怎么样去化妆、去美容。啊，不管怎么化妆，不管怎样美容，还是不干净。啊，毛细孔排出来的，七窍所流出来的，哪一样是干净的东西？我们在这个虚幻假身啊，它不是我，关注的太多啊，浪费我们的精神时间也太多了，不值得了啊，真正什么是我不知道啊。啊，佛教我们头一个
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。小乘出苦须陀洹啊，他能破身见啊，知道身不是我了，放下了啊。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啊。身有生死，我没有生死，这个要搞清楚啊。啊，有生有灭的不是我，我不生不灭。啊，六祖慧能大师，这中国唐朝时候的人，他开悟了。啊，开悟说了五句话，那是什么？那五句话说的是我，他真正帮我找到了。真我找到了，假我放下了，不再执着了。啊，用这个假我来教化众生，把它作为教化众生的一种工具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佛门讲的六种神通，六通是本能。佛有，菩萨有，罗汉有，人人都有。那我们这个能量为什么没有了？我们有烦恼，我们有业障，烦恼业障把我们的本能障碍住了，不能现前，是这么回事情啊。把这个障碍除掉了，放下了，能力就现前了。啊，见思烦恼，学佛从这个地方开始，把我们错误的见解放下，真须陀洹果，然后把我们的念头错误的想法放下，真阿罗汉果。啊，真的阿罗汉六道轮回不见了，没有了啊！这个时候才真正体悟到，佛在经典里面常说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”所谓有为法，就是有生有灭。啊，人有生老病死，啊，动物都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，这全是生灭法。啊，生灭法都不是我，生灭法全是假的。啊，一场梦啊，梦醒了，全不见了。啊，阿罗汉的梦醒了，六道不见了。啊，醒了以后是什么境界？佛说了，醒了以后那个境界好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。我们这个世界，啊，这是在梦里头，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。就是染污啊，无浊我实啊，
五大类的染污啊，严重的染污啊，这个生活很苦啊。四圣法界呢，这些苦没有了啊，它的环境清净啊，成为净土。你所看到的是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佛陀，你看到是这个境界啊！这些都是觉悟的人，都是修行人，无论世现、在家、出家身份啊，都有德行。啊，但是这个境界还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它有生命。它也是无常的。啊，它怎么来的呢？六道我们知道来了，是见思烦恼变现出六道轮回。见思烦恼断了，六道轮回没有了。那四圣法界呢？是尘沙无明变现的啊，尘沙烦恼断了，无明烦恼断了，四圣法界不见了。由此可知，十法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们不但这个世界不能留恋，四圣法界也不能留恋。啊，可是要出六道难，比登天还难啊！出十法界更难了。要真正具足善根福德因缘。无量界的修行才能办到啊，才能超越八万四千法门，就是说这种事情。啊，每一个法门都能达到这个境界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”可以达到啊！啊，要怎么修呢？要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你走路走一条路，你不能走两条路啊！走两条路走不通啊！啊，一定走一条，一条路走到底，决定走到。啊，不要看到岔路，有些就去换。啊，你要改变你的道路的时候，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到。啊，越差越过越远。只能走一条，一条是直路，一条是捷径。啊，连做学问都不例外。啊，你一门专攻。我初学佛那个时候住台北，没地方住啊，在韩馆长家里住了17年。这不容易 啊，没有他的扶持，就没有今天的成就。啊，他的家是普通家庭，生活也很清苦。哦，我们感恩戴德了。
真不容易，他帮助我30年了。前面17年他在家里，后面这个10几年有个小道场，景美华藏视听图书馆。真真不容易啊！有善根，有福德，没有缘分，不能成就。这三个缺一个都不行。前面两个自己去做。老师帮助我们，我遇到两个好老师，张家大师跟李炳南老居士，可是引导我入佛门的是方东美教授。他把佛教给我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。我们认识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不是迷信。佛教是教育。方先生介绍给我，佛教是哲学。给我介绍释迦牟尼。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我们学哲学，大乘经典，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他领我进入佛门。见佛门缘分不错，我就认识了张家大师。跟张家大师特别有缘分。我跟他3年，我跟他了1年，26岁。那一年大师65岁。他大我39岁，祖父辈的人。我们约定时间，每一个星期天见面。他有空的时候，会给我2个小时。有事情，他也会给我1个小时。我接受他3年的教诲，奠定学佛的基础。大师圆寂之后，隔了1年，我认识李老师。跟李老师学经教，跟他10年。对于古圣先贤的教学，有了一些认识。我也很想学习，没有这个缘分。如果韩光者是个大夫长者，他一定会帮我。
他不是啊。他的先生也是跟他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经营西药。他帮助他推销，从推销这里拿一点钱过生活，所以生活不富裕。以后跟国外借的缘很多，常常到国外去旅行，跟海外结了法缘，产生往后的影响，我们能团结宗教。能够在联合国参加联合国的和平活动，与这个统统都有关系，有连带关系。所以知道，看到汤恩比博士的访问日本的谈话，深受感动。他明白地告诉天下人，要解决21世纪世界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。这他说的，说得好，说得没错，但是这个话没有细数，一般人听了半信半疑，所以不起作用。2005年、2006年，我访问伦敦。特别去看伦敦的三个学校，这三个学校里头有中文，就有汉学，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。伦敦没有前面两个学校那么出名，但是讲汉学呢，伦敦比了牛津、比剑桥还好。我跟他们的学生交流，给他们的教授举行座谈。我就提到汤恩比的两句话，他是英国人，你们国家人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问他们有道理，他们学汉学的，普通话都讲得很好，不需要翻译。学生跟教授都讲得好，他们有能力读中国文言文，用中国的古籍写博士论文，我很佩服。我问他们，你们学文言文用了多少时间？他们告诉我3年。我在美国纽约，看纽约大学，纽约大学有中文系，里面还有一个学生在台大住过一年，
啊，是纽约大学跟台大交换学生。我在台北讲华严经，他天天来听。最后就是，他是专门学华严的。啊，中国化学讲得很好，华严经他能看得懂，他能够读清凉大师的注解，这个不容易啊。在我们台湾找都很难找到。啊，我问他学中文用了多少时间？3年。这个给我增长了信心。文言文不难呐。真正年轻人好学，3年一门深入就能学好，就有能力去看四库全书。文字的障碍没有了。3年时间不长啊，拿到四库的钥匙啊。所以这些年来，我在国外劝大家学汉字，学文言文。为什么？今天在整个世界，古圣先贤留下来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、成绩的效果，通通在四库里头保存的最完整。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做起，没有中国保存这么完整，而且文言文。它超越时空，它不随语音改变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懂得这个文字，你看孔子的书，就等于孔子直接教你。他写的文字你懂，你的文字他也懂，你们当中没有障碍。这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文字、语言文字都做不到的，中国人做到了。那么这个宝藏你要不要？你要要的时候，汉字、文言文就是钥匙，这四库的门你就能打开，你就能得到受用。真能解决现代社会问题。书，你就不相信啊？我在联合国做了几次报告，大家听了都鼓掌啊！下台的时候，这些会友们跟我在一起聊天吃饭，就说到了，法师，你讲得很好。这是理想，做不到啊！我听了这句话，凉水浇头啊！我讲的白讲了，怎么办？外国讲科学，科学头一个拿证据来。没有证据，他不相信。证据我们没有啊。所以就想到赶紧要做实验。我们把它实验出来了，这就证据。我就想找一个小村，找一个小镇。我们来做实验，把中国儒释道的三个根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》，我们来落实。真正做到了，
社会风气改变了，那就是证据。啊，在外国语言不成熟，成本太高，我们没有钱。啊，2005年冬天，我回到老家去看看，离开老家70年，10岁离开。啊，老家的还有一些父老兄弟，啊，我们同一个族的族兄弟还有30多个人，同辈分的。啊，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些年在国外流浪，啊，跟大家做个简报。他们听了之后，跟我讲。我们家乡人支持你，你要做实验，可以在家乡做。我们就选择汤池小镇，啊，选择这个地方是当时地方领导人介绍的，啊，正好政府有一个机构要搬家。啊，那么他们办公的这个地方占地面积中国30亩，我看地方可以够大，啊，价钱也不贵，啊，买下来做学校，啊，这就是以后的这个庐江。文化教育中心，啊，在这个地方做实验。这个小镇48000人，以这个为对象，让这个小镇落实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实现也。啊，希望3年能做出成绩。我们邀请。联合国的代表来参观，我们做出了，啊，没有想到，真的是祖宗加持，祖宗保佑，三宝加持，啊，3个多月，不到4个月，沉积卓著。小镇人的观念改变了，良心发现了，不好意思做坏事，啊，这个效果出现，令我们中心所有的老师都感到非常惊讶，怎么这么快？啊！当时我告诉老师们，我说我们不可以鞠躬。啊，这不是我们的智慧，不是我们的能力，我们根本做不到。啊，谁的功劳呢？祖宗之德，三宝为神，地方人民听话合作。啊，他要不做，我们没办法，我们不能勉强他了。啊，能够讲通自动去做的时候，这个太难得了。啊，我们的老师带头，啊，我们的做的方法，我也想了好几个星期，因为这个成功失败关系太大了。如果做失败了，等于向全世界宣布。中国传统东西不管用了，过时代了，那就灭亡了。做成功了，
啊，告诉天下人，中国古老东西现在还管用。那个唐阿弥的话就中兑现了。啊，所以我对老师严格要求。啊，我是在全世界过去教学最成功的释迦牟尼，他教了49年。第二个，中国孔子教学成功，虽然只教学5年，你看影响多大。那我们要向这两个人学习，那就是说，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三业》，我们要做到，每一条都要做到。我们做不到，我们教学肯定失败。啊，好的老师要先行其业，我能说得出的，我自己真做到了。啊，所以在开学之前，我要求老师4个月成就自己。啊，4个月自己做不到，再延长，必须自己做到，我们才能够开班。啊，老师难得，我都非常感动。2个月，老师就做到了。啊，打电话问我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我说真做到了，马上下乡入户去表演。我不是讲给人家，我做给你看。啊，我进入农民家里，老人就是我的父母，我用什么样的孝敬心对待，做出来。这家人感动了，啊，我们做了3个星期，每一家去入户去做，以身作则，啊，感动老人，感动什么？他们对儿女没有教好，感动他的儿女，儿女看到这些老师。对他父母感到自己不孝顺，就感动。啊，我们做了3个星期，向大家宣布，中心正式开课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。这都来了，这先表演呢，丢得太久了，没有人讲。没人听见，没人看到过。啊，我们这次有告诉他，啊，做给他看。啊，所以不到4个月，小镇180度的回转，是吧？我们这个实验得的结论2句话：第一个，证明《三字经》上讲的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真的人性本善。第二桩呢，证明人是很好教的，人不笨。啊，迷失了200年，我们居然用2-3个月就把它教回头。啊，那就是教的老师真干。啊，教的老师不是真干，就教不出来。啊，在我们过去我也听说，啊，在我们之前1-2代有人做过，做失败了，没做成功。啊，这个失败的教训给我们的很大的启示，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做模范。啊，他们教学有特殊对象，年轻人做就行。你叫年轻人做，人家看到大人都不做，他不相信。你在学校教，
叫学生做，老师没有做到，学生不相信。哎，这是失败的原因。原因我们一定把它改正过来。我们自己不做到，决定不要教人，教别人。自己真正做到了，教人，就搞成功了。这成功之后，我就想到了，怎么样到联合国去表演。联合国进去可不是容易事情。官僚习气很重，我跟他们有好几次往来。心里就是念着想着，惦记这段事情。过了2个月，我收到联合国有个通知。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寄给我，要求我参加他在10月份办一个活动，请我做主办单位，这是我们想不到的，主办才有权呢，协办没有权。早年我在澳大利亚跟他们在一起，我是协办。这一次总部邀请我主办，我都不敢相信。派3个人到巴黎打听，真的是假的？结果打听真的，联合国第一次从来没有跟宗教碰过。办一个活动了。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，2006年10月，办一个这个活动。活动的主题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。那么他们这个邀请的主办单位，联合国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邀请的泰国。泰国是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，就邀请泰国。泰国大使推荐，聘请我也担任主办单位，是这么个原因。我代表澳洲大学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第一次就是在泰国曼谷大学，跟泰国的皇室，跟泰国的学术界交流，所以他推荐我去，这个没有问题，这一方面泰国全力协助。我就答应了，办得非常成功，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，我们那次活动，联合国这些大使们都念念不忘，没有实际东西拿出来，就没有人相信汤池小镇。这些大使用私人观光旅游的身份去参观，到那里去住3天、住4天，这个信息带到联合国去了，慢慢传开了，全世界都知道。所以没有实验。不能取信于现代人，现代人必须让他看到。那么中国古老那些教学的理念，
教学的方法，现在人完全不知道。啊，我们跟他讲，他不容易接受，他没见过，没听说过。啊，这一桩事情就相当困难。你说佛经上讲的，啊，智慧、理念、方法都在其中。啊，可是今天，经没人讲了，知道人真的不多，包括佛门，连出家人，你给他讲，他都怀疑，他都不敢相信。一门深入，一生学艺不精，他肯干不肯干。啊，看到现在的学校，光学多闻，每一天要学好多科目。啊，一个学期，一个学年，啊，就学好多种啊。啊，有没有效果呢？都学了一些皮毛，学了一些常识，一样都不管用。这真的。啊，而一门深入的，我早年住在韩馆长家里，韩馆长家的隔壁，天主教堂。啊，这个神父是个学者。啊，我们就变成好朋友了。啊，方好，中央研究院的院士，啊，政治大学，文学院的院长，啊，他的学历呢，初中毕业，他有这么高的成就。啊，我们因为常常在一起，啊，他一生就学一样，宋史，25史里的第一部《宋朝历史》，一生的时间几十年，就在这一部书上下功夫。啊，对于宋朝典章制度，那真是如数家珍。所以他就变成宋史专家，啊，谈到宋朝的一切，再找不到一个人能够超过他。那这一门深入啊，啊，我在那个时候，因为住得近，我看天主教的这经典啊，他看佛经，他在这文理解佛经看啊，看了2个月之后告诉我，他说释迦牟尼佛好像到过天堂，他怎么把天堂说得这么清楚，比我们经典还讲得清楚。我就告诉没错，释迦牟尼佛常常在天宫里头讲经教学，啊，他当然清楚。啊，所以你看，真正做学问的人，心胸就开阔，能包容啊。啊，方先生年岁比我大，现在不在了。啊，我的学历也只初中毕业，高中念了半年，啊，跟着军队到台湾来了，再没读书。啊，老师讲的
古籍跟佛的经论，我有看过不少。啊，说这些教育的理念我都知道，啊，方法我也懂，可是我自己没有这个机会呀，一门深入。啊，变成外援很多，每个不同的地方找我，请我去讲解。他想听什么，怎么就讲什么。啊，所以我讲了好几十部啊，杂而不专呢。啊，如果我这一生的时候就专搞一种，那现在不是这样的。啊，现在真有可能呢，大彻大悟。啊，方东美先生介绍给我的是华严。哦，我对华严也特别有缘分，特别有兴趣。啊，华严讲过两遍，讲了几千个小时，我讲得很详细。啊，我第二遍所讲的，讲了4000多个小时，讲到十诸品，大概全经1/4。啊，所以像我这种讲法，这一部经要讲圆满，讲一遍，至少要12000个小时，到20000个小时。要这么长的时间啊，不细讲等于没讲。为什么现在人听不懂？没有感受，一定要细讲。对华严往后的这个弘扬，只有在里头提出极品精华细说，全经时间太长。华严跟净土关系非常密切，所以古德有说，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从义理上来说，它是通。是一不是二，啊，方法不一样。净宗的方法太妙了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往生华藏世界。净宗真正能帮助一切众生。上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无间地狱，只要你遇到，通通能往生，通通能一生成就。啊，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的法门，尤其是这个经本。下莲居老居士重新汇集啊，黄念老居士的脊柱太伟大了，那我跟黄念老晚年遇到啊，啊，他到美国求弘法，我们去到的，当时在国外弘扬无量寿经只有我一个人，在国内呢也只有他一个人啊，我们碰到了无量的欢喜，
啊，我们有使命，有义务，要把这个慧基本根基柱发扬光大，啊，介绍给全世界学佛的同学们，啊，依照这个法门修学，这一生没有一个不往生，啊，这个真的要一门深入，要尝试寻求。啊，这两句话是中国老祖宗儒释道三家都赞成，没有人反对教学的理念。方法就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这是方法的秘诀。啊，你只管去读，不要求解。啊，字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就行了。啊，念到什么时候可以不念？念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没有明心见性还要念，你还不够。啊，念到啊，见性为止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这个法子谁相信？古人都相信，没人反对。现在人不相信，现在人相信科学。啊，可是最近这个十年来，一些年轻的量子力学家，他们发现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。啊，就现在研究这个学问的人多了。啊，这些人相信。啊，他们知道念力要集中，会产生不可思议的能量。啊，集中就是佛经上讲的三昧。啊，能量是什么呢？智慧开了，智慧一开，没有一样不通达，没有一样不明了。啊，无论什么疑难杂症，通通能解决。啊，所以圣学不会断绝的。谁来继承？大彻大悟的人来继承。大彻大悟的缘，人人。问题你肯不肯干？啊，肯不肯一生专攻一门？肯不肯在一生放下名闻利养，彻底放下？啊，慧能大师能成就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他放得下。啊，24岁放下，就成就。啊，成就之后没起到作用，在猎人队里头，隐藏了15年。啊，15年之后他出来，讲经教学，起作用了。啊。当时
皇帝是武则天。啊，武则天召见他，他没去啊。啊，称病，身体不好，不能远行。啊，武则天送给他的礼物，啊，派人送到道场，到那草席。啊，所以佛法东西真的能帮助社会，能帮助每一个人一生成就。啊，关键不在外头，在自己，自己肯不肯学。啊，所以选择法门，切菩提分摆在第一条。啊，选择之后能不能成功，就在精进。精就是精纯，纯一不杂。啊，进就是决定不后退。啊，所以精这个意思就是一门深入。啊，静就是长期的熏习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长时熏修是静。啊，怎么落实？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你看看，老祖宗的话多简单，四句就解决了。啊，现在哪一个学校肯这么干？啊，真正肯这么干的，没有一个不成功的。这是大事业，这不是小事业。救国家，救民族，救全世界。啊，我现在老了，精神体力不够用了，干什么都不行。啊，可这些门道我懂得一点。啊，还是要做事业。啊，我跟李老师学讲经，那就是事业。李老师教学，他就叫一样。啊，决定不许可。同一个时段学两样东西，这是他决定不同意的。啊，入门得进他的门三个条件，啊，必须要遵守，啊，不能遵守就另请高明，你到别的地方去。啊，第一个条件，你在入他门之前所学的、所读的、所听到的，一律作废，不承认。啊，那么我在这个之前，只有两个人教我。方东美先生跟张家老师，啊，李老师不承认。
啊，进门从头学起。啊，头一个条件。啊，第二个条件，从今天起。只能听他一个人讲经教学。啊，任何出家的高僧大德，啊，在家的居士长者，啊，他们讲经教学不可以去听。啊，他们讲的东西不能去看。这第二个条件。第三个条件，从今天起，你所看的文字，无论是佛法，是世间法，都要经过他同意，他没有同意的，不能看。我当时感到很惊讶。好像老师目中无人啊，很跋扈啊，但是冷静地想一想，我还是接受了，因为介绍我跟老师见面，一个是参云法师，一个朱金洲老居士。这两个都不是普通人，就接受了，我就留下来了。啊，三个月之后，我跟老师讲，我真接受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心清净了，心清净就生智慧。那为什么呢？不能听，不能看，那心就清净了，这收心的方法了，这就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到半年了就没有问题了，知道这方法好。啊，可是我们还是经不起诱惑。啊，图书馆收藏的东西很丰富啊。啊，有的时候还是去翻翻看看。老师给我们没有100%的奉献。啊，顶多只做一半。老师教的一点都不错，我们自己的成就，100%的顺从，就有100%的成就；50%的顺从，就有50%的成就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。啊，那么在今天，儒释道三家的老师都没有了，怎么办？啊，好在古人这个方法，我们认同了，那就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真正开悟了，你对于经教的理解跟著作的人没有差别。这个书，孔子说的，你理解的跟孔子一样。如果你比孔子更深入，你了解的比他更高明。
一点都不假。这是秘密，只有中国有啊，外国人不相信啊。所以要做实验。这个实验要长时间，至少要10年。有一个例子，东北的刘素云居士，他告诉我，古人讲这四句话了，他懂，他真明白了。早年间，他得到一部无量寿经的观点是我早年讲的，大概100多个小时，就是160-170个小时，那么他每一天听一篇。1个小时，这1个小时要重复听10遍，他用这个方法尝试学习，就是每一天听经10小时，10小时实际上是听1个小时。他不分心。一部听圆满了，从头再听，听满10年，这个经呢，他熟透了。讲无量寿经，当然讲得好。没有学过的，请他讲地藏经，也讲得头头是道。令听的人入神。无论讲什么经，他没障碍。他有没有大彻大悟呢？好像没有，没有到明心见性这个地步。但是，大悟是有啊。但李老师以前讲的，彻悟是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。大悟通一宗。净土宗，跟净土宗有连带的，全懂了。这是一个好例子。听经念佛，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得的重病，红斑狼疮，这个病比癌症还麻烦，医院放弃治疗，告诉他，他的寿命大概只有1-2个月。他从用这个方法去读经、念佛，把身体这个事情忘掉了。过了2-3个月想起来了，怎么医生讲的时间到了？他没事啊，再去检查，病好了。医院也感到惊讶，把他的档案调出来，照这些照片子，真有啊，怎么会没有呢？不但病没有了，红斑狼疮纵然好了，有疤痕，他连疤痕都没有。什么原因呢？境随心转。
得病都是不善的念头，贪嗔痴慢疑啊，这让你得病啊。这个念头完全没有了，念念当中啊，是无量寿经，是阿弥陀佛啊，无量寿经阿弥陀佛里头没有病毒，他全好。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任何一个人下十年功夫，绝不白费。啊，十年之后。用现在的话说，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大学教授。啊，你可以在学校教学，你可以讲解，啊，说法。我们希望，啊，将来一些国家带头，啊，用国家的广播电台。开一个频道，啊，讲经教学的频道，那是教一国人，教全球人，那这十年功夫没有白费呀，没有这个基础，怎么成就？那么第三，正语，不为心乎心思，不止，不只是心里面没有邪思邪念，啊，没有偏见，以无漏之舌口思也，住四山。你肯定是这个，不要人教你啊！你决定跟佛一样，没有妄语，没有念识啊，决定不会挑拨是非，没有花言巧语骗人，没有倭寇啊，倭寇是言语柔和。不是很粗暴，啊，粗暴让人听得不舒服。口四种过没有了，不再造口业了。啊，对于不善的人，你会感化他，你不会去批评他，不会去教训他。感化的力量非常伟大啊，被感化的人一生对你感恩啊，现前这个社会因为伦理道德教育丢得太久了，人的心不正常，怨恨怨气特重啊！别人善意的批评，他未必能接受，那不善就更不必讲了啊！不知不觉了，给人结了冤仇，这个冤仇他要是不放下，麻烦就很大。为什么呢？生生世世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你去看一个例子，
文昌帝君胤祉文第一段啊，一十七世为士大夫，你就看看这一段啊，他这个言语造的业，遭受的这个恶报啊，最后堕无间地狱。啊，应当多看几遍，提高自己的境界。啊，口业正，啊，这四善语就是不妄语、不念舍、不绮语、不我口。啊，下面正业，正业是讲的善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的正业，以无漏智，除生三种一切邪业，这个三种。就是杀盗淫，啊，诸清净身业故。啊，第五正念，以无漏智啊，通处三业中啊五种邪命故。啊，这五种邪命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。啊，为以此五种邪法，用求利养，二字活命。为比丘者，当深戒之。啊，这不是小事。啊，犯这五种，果报是无间地狱。啊，所以《大智度论》里头有这一句话：“为比丘者，当深戒之。”特别提醒，这对出家人说的。第一种，乍现异象，为诸比丘啊，为佛正教，与世俗人前乍现奇特之相，目的是什么呢？令其心生敬仰，而求利养。这些啊，你希望得到别人的恭敬，得到别人的供养，这是错误的。现在一般人说这个叫好名、好利啊，怎样取得信徒的恭敬供养，得用一些手段。啊，这些手段就叫乍现异象。第二种呢，自说功能。啊，为诸比丘，以辩口立此。这是他有这些能力啊，善变以人养己啊，批评别人抬高自己，
啊，自成功德，令所见者呢心生信敬，而求利养，这是第二种现。啊，我们见过。啊，还是很知名的法师。啊，一般我们都称为高僧大德。啊，去见面的时候，有时候他很不客气，当面批评。啊，让大众看到我们的师父高明，你看哪一个法师都比不上，他的目的在此地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了解了，啊，承蒙他瞧得起我，邀请我，我不敢去。啊，去到那里，那是自取其辱嘛。他把你教训一顿，你说有什么意思？啊，所以我们就借故。啊，不敢跟他见面。我们自己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啊！所以这些过失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：财色名利没有放下了，你才会有这些过失。你真正能放下，怎么会有这些过失？那不可能。啊，第三种呢，占相吉凶。啊，给人看风水，啊，算命、卜卦，搞这个。啊，也有些信徒很喜欢。啊，法师占卦很灵，啊，有什么事情都去找他。佛门里头没这个事情。第四个，高僧显威，啊，为诸比丘大语，这说大话，高僧，哎，乍显威仪，令人畏敬，而求利养。第五个，说所得利也动人心，啊，为诸比丘于彼得利，于此称述，啊，称赞某人供养多少，啊，某人供养些什么珍贵的，啊，说出来了就是告诉大家，你看他们都供养你，你怎么样，就这意思。啊，那遇到这种现象，我们对它远离。啊，这都叫邪命啊！啊，离开这五种邪命叫正命。啊，比丘，真正比丘。要回到世尊那个时代啊！今天我们看到在斯里兰卡看到了啊，斯里兰卡出家人确实，他所有的财产三亿一钵，除这个之外，他什么都没有啊！现在还有晚上在树下一宿。啊，少了，而且呢，住山洞的很多，在山上自己挖个洞，晚上在洞里头打坐休息很多。啊，那么这些出家人非常受社会大众的恭敬。啊，他们心真清净。
啊，那么南卡的是这个出家人接受供养的，是寺庙，啊，那是道场，僧众绝不接受。啊，你供养的是这个供养是供养僧团的，每一个出家人都有份，这是如法，啊，很如法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